来看到蔡依林《Ugly Beauty》世界巡演升级为 3.0 版，今天晚上在小巨蛋迎来台北加演场的最终场，嘉宾周兴哲服装暗藏玄机，只有穿白色西装现身，可以让胸肌若隐若现，也让中场的气氛嗨到最高点。白色西装浪漫现身，蔡依林《Ugly Beauty》小巨蛋迎来台北加演场的最终场，邀请情歌王子周兴哲担任嘉宾。这回可是合唱当初周杰伦的创作神曲，《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》。最后嘉宾总是有惊喜，周兴哲从服装上就让粉丝大饱眼福，让九令都忍不住伸手。他们没有给我惊喜。哦，我以为是你想要弄。我心跳超快，你要痛？真的吗？不过打闹归打闹，欣赏周兴哲的九令当场邀约，希望有机会合作专辑。专辑可以。当然当然。可以合作一下，但我也是非常挑剔。好 ，OK。五场加码演唱会，蔡依林火力全开，不论舞曲或是拿手的抒情歌，可一样都没缺席，让歌迷们如痴如醉，惊喜连连。华视新闻，张道勇台北报道。